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晚上带大家 来吃最出名的越南牛肉粉了、啊、这一家越南牛肉粉呢号称的、啊、就是做给总统吃的，叫做佛2000的、啊、佛就是越南粉的意思啊，他们佛博呢就是这个牛肉粉啊，它就在槟城市场的这个附近啊，前面那一块呢就是这一块就是槟城市场。那这个它现在以前呢它是在前面右转的地方，然后现在搬家搬到这边来啊，然后整体也重新装修了，也变得比较卫生。它现在是跟这个阿凡提酒店合作呢，然后开在它的里面，跟疫情之前相比呢价钱也稍微有涨了一点啊，不过客人还是很多。然后现在这个酒店呢，这边已经有一点这个圣诞的喜庆的感觉。然后现在大概是7点多吧，啊，还是有挺多人在这边吃的，然后国际观光客啊什么的，很多人在正在看球赛，这边很多洋人慕名而来。我们看一下他们这边的菜单，还有它的价位。这普通的一碗呢，大概是89,000，然后大碗的呢，就是119,000。这个牛肉粉，它还有卖各式各样的，有牛肉丸的，或是内脏的，或是它的鸡肉粉。然后这边有这个蚬子的。看大家各爱吃什么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。说是河内风的做法，其实我不太清楚河内风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我也不可能一个人把每一道菜都吃完，你说是吧。然后这边有他们的那个春卷啊什么的啊，米粉。然后背面呢，背面这边有炖牛肉，看起来挺好吃的，我可能明后天会来吃吃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这边有他的烤鸡，还有烤猪排，这些都很典型的这个越南餐。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春卷，不过因为他们的特色就是牛肉粉嘛，所以基本上我就先点他们牛肉粉来吃。这边是他的饮料、嗯、其实我本来想吃一下这种越南的特色的这个甜品的，但是他们都卖完了，所以挺不幸的、嗯、所以我就点了一瓶凤梨汁。然后这里的价位呢跟这个外面的价码呢比起来差不多贵1到2倍吧，可能因为顶了它的名气吧，是吧。那里面环境挺好，也有空调、哦、然后里面穿白衣服的小姐姐看起来挺漂亮的，在那边吃饭。然后我刚刚点的东西，等一下上来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除了一些跟其他的那个元首啊、领导人来这边捧场的那些照片啊，他们还上了很多的杂志。Thank you.